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9527，今天要来开捡漏盲盒。那这个是因为那天在泡泡玛特有活动，然后满多少钱有送吊卡，然后没有东西买，我就只有买我还没有买一盒的哈西 Pop 跟那个小野的，还有这是送的四只，今天就来开这个。这个上次开的四个都是拉布布的头，今天来开，哎，这个一撕就可以开。哦，这个不是耶，这是另外一个，这是那个什么 Cry Baby 啊，这跟上次那个 Demo 小只的一样。哦，又是一个紫色的 Cry Baby， 好，一样颜色。哦，不一样了，不一样了，四只总算有一只不一样颜色。这个的存在我真是觉得很奇怪，这到底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啊？我们来开哈西布布十只，我就直接开。这只有没有嘞？我也不知道，开到已经忘了。他这个第二套出来了，第二套都是坐车的那个，感觉也不错。配件欸，目前没有重复哦。这只上次开过了，但是那只好像我给我同事，因为他说很可爱。站好，小孩子果然还是听话。这五只不要重复就好。哦，这次我没有，有荷包蛋呢，我最爱吃荷包蛋。吃饭只要有蛋就没有问题了。然后是插在手上的，给拿个叉子，很可爱。最后一只哈西布布。好，封面款刚好圆满，想要的都开到就好了。现在没有不去用换的好了。哇，这只好可爱。好，五只哈西布布我开完了，那我们现在先来开小野，五只往这边移过去，来开小野。泡泡玛特台北星光三月 A11 的店里面有一只很大的小野，大家想拍照可以去，好像是那个怪兽，很大一只。哦，小丑哎。哦，这个我应该没有，没错，头，身手异处哎，天哪！因为他头上有木箱，所以他可能比较重，要另外的一个支架让他站立。这只我也没有，这只我也没有。啊，这只做得很好，这只它的那个袋子做得很像真的。好久没看到隐藏版了。不是隐藏版，我以为讲好久没开到隐藏版，就会开到隐藏版。这只是浮游，最后一只。哦，这只好看，进步。哎，我竟然五只都没有重复哎，好赞哦！OK， 好，那这一次的捡漏盲盒我开完了，我现在就是拍起来，然后给大家看。OK， 好，回来喽。那我们先来看 B
比较沉重的好了。这一只是禁锢，这是小野的第二代，然后禁锢这一只好像以前那个快牙旋风里面有一只拳击手是坐牢的那一只，感觉很像。然后身上有做旧的痕迹，然后小肉相间，然后手上绑的绷带应该是犯人0427，有两个字跟我重复。然后脚上绑了一个铁链铁球0427-1215，下面有一个号码，它的编号。然后眼珠是红色的，他的眼珠做的真的很特别，白色头发。这只是禁锢，做的很好看。再来第二只浮游，浮游在水上，它就半身嘛，底下是一片透明的，然后游泳圈，游泳圈上面有做旧啊，黄黄黑黑的，这个其实可以摆在那个水面上，应该很好看。脸晒得红红的，头发是绿色的渐层，上面铺了一只小恐龙，是蜡笔小新那只吗？这只是浮游。再来下一只拾荒，拾荒老人的拾荒，这只做得很特别，不知道这个意思是不是就是因为可能没有衣服穿，然后捡到的报纸，然后就是把身体包起来，然后手这边还遮起来，然后头上有一个那个便利商店的袋子，虽然它不是 7-11 啊 Hirono， 但是这个感觉应该就是 7-11 的那个颜色，这只也很可爱，然后袋子是做透明的感觉，不是纯透明啊，就是有点透透的感觉，应该是拔不掉的，我觉得。再来下一只破坏者，它有个底座，底座是做成，底座是一个好像被弹弓击到，它真的有弹弓的那个孔，就你东西击破以后它有个孔，然后有一个那个放射状，玻璃的放射状，手上拿了一个弹弓，然后头上有一个纸箱套的，眼睛很凶狠，刚刚头是可以拔开的。这只是破坏者，还不错。最后一只是面具，我以为是小丑，原来是面具。小野戴了一个面具，然后有一个气球是往上飘的，他这是已经固定好的了，不是另外装上去的。然后这是面具的绳子，他要做出来。面具，好，看完这么沉重的，我们来看点可爱的，来看哈西瀑布的。这一只是抱住小伙伴，抱住小伙伴，戴一个蓝色的帽子，眼睛多稚嫩，抱住一只玩具熊吧。然后这个是手感漆，很好摸，耳朵都是像精灵的样子，耳朵都是有点往尖尖的感觉。这只是不想上学，可能在学校被欺负了，哭哭，还有流鼻涕，穿着校服，然后旁边的行李箱也在哭，
然后眼睛是这样斜斜的看着他，不想上学这一只。再来是封面款，请你吃早餐。他帽子是做一个苹果的感觉，苹果的感觉，然后流个鼻涕啊，然后小叮当的百宝袋里面有颗苹果，穿着吊带的衣服，手上拿了一包早餐吧，请你吃早餐。然后这个有做一个提袋，请你吃早餐。下一只是那个想要抱抱，就上次开过，也是戴了一个帽子，而且他帽子做的都不太一样。这个跟不想上学的那个形状比较像，有一点那个凹，就是勾翻上来的那个凹槽。想要抱抱，背一个小熊书包，然后最后一只。小小厨师，它上面就是蛋壳，它头上就是鸡蛋壳，然后拿一个叉子，中间有个荷包蛋，哇，好可爱这个！这只是小小厨师。OK， 那本期的简陋盲盒开箱，好吧，我把这两个也摆出来给大家看好了。这是那个是不是 Cry Baby 的那个两小只，然后这个重复了三只，比上次好，上次重复更多。OK， 好，那本期简陋盲盒视频就到这边结束。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点赞、订阅、分享、转发，按下小铃铛会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哦。这两套都很棒，质感都很好，涂漆也很好，但就是抽不中隐藏版，可惜。